高房子真多，还高房子呢，你那机关枪可打不透。告诉你俩，我们是来解放上海的，别让你俩手那家伙事给我吓秃秃。要精确的经纬度坐标发出去，里面的人听着，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团尖刀连指导员李明奎，你们已经被重兵包围，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刘处长，同志兄弟，突围。是。我再说一次，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全国就要解放，他怎么跟牺牲的同志家里人交代？他们是为解放牺牲的，我们该记住他们。这座城市该记住他们。报告部队损失情况。尖德班班长段宝平和三位同志牺牲，另外有七位同志受重伤。团长，敌人的炸弹跟长了眼睛似的，太邪乎了。地面藏有敌人的引导。啊，我说的那有人放信号弹。纵队首长指示我们要把暗藏的敌人挖出来，打掉他，让他们成为聋子瞎子。团长，是不是有新任务？是啊，团长，咱们是打中山还是进福建？集合部队。是。同志们，上海解放了，可我们有许多的战友却倒在了黎明之前，没能和我们一起站到今天的阳光下。我这心里跟你们一样，都憋着一股劲儿要向敌人讨还血债。上级命令我们组建一支新的部队来监视上海的天空。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防空部队，第一支对空监视连。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位特殊的战士，陈静。到。你给大家说说怎样监视天空。是。看到战友们牺牲，我心里觉得特别的难过。如果我们不想让国民党的飞机再次飞到我们的头顶，不想让这样的悲剧再度发生的话，我们一定需要一部属于自己的雷达。从今往后，你们要努力学习雷达知识，尽快学会使用这双眼睛。我们这样，在上海城区以内，我们只要找几个制高点就可以了。那城区里边的一号哨你打算放在哪儿？就在这儿，上海的百老汇大厦楼顶的这个制高点。把东西拿好，快走。快走啊。
我们的雷达兵来了。陈静，你是共产党，你也不告诉我，不够意思啊？以后还得请陈同志多多关照啊。瞧你们大家说的，都给大家准备好了，我带你们进去吧。走，走，走。形象。其余人跑步上楼。哎，那个长官好，长官好。啊，不不不不，别叫长官。兵哥哥，兵哥哥好。经理，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请叫我们同志。同志请。陈静同志，进来。连长、指导员，这位是张文俊同志，他是原国民党上海沪东雷达站的站长，有事要向二位报告。雷达站的站长，就是那个能发现飞机的雷达。对。哎，您好。你好，你好。来，请坐，请坐。来，张先生，请喝水。谢谢。其实啊，早在解放军渡江之前，我就对国民党的做法有所不满。后来接到上级通知，让我们做好南撤准备，要把雷达运走。我就和雷达站的一位同志商量，把雷达拆开，用油布包裹着，藏在了黄浦江中，等待着有机会交给解放军。你说的那位同志怎么称呼？他叫宗成远。那他今天怎么没有来呢？他这个人啊，性子有点毒，是我们站里唯一懂技术的，以前在国民党的雷达研究所做过培训，本来也是说好一块儿来的，可是临来的时候他突然间说要再考虑考虑。那看来你们国民党的技术人员还都挺有个性的啊。不过请领导放心，我有信心说服他为解放军效力，也请领导能宽容一下他的性子。啊，这没什么的，我们可以理解。人家共产党的天下，那可不一定啊。不过我敢肯定的是，共产党来了，你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那也不一定啊。共军的小分队已经入驻到你们酒店了。我给你个机会，多听多看，少发言，都给我记在心里，把你听到的看到的以后随时向我汇报。
我可以保证你的好日子继续过下去。你知道蝙蝠吗？我这跟你说雷达呢，你跟我扯什么蝙蝠啊？蝙蝠视力很差，几乎是瞎的，但是为什么它还能飞，而且撞不着东西？因为它有翅膀啊。也对，也不对。来，起来，咱们起来，站好，别动啊，别动。我现在就是一只蝙蝠，严肃点。我闭上眼睛啊，看好了啊。我闭上眼睛，但是还撞不着你，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蝙蝠啊，在飞翔过程当中，会发射一种声波，这种声波遇到物体，会形成一个反射的声波，蝙蝠接收了这个反射的声波，就能具体定位物体的位置，所以它在飞翔过程当中就撞不到物体。科学家就是利用这种蝙蝠的功能，发明了雷达。雷达可以探测百公里以上的区域，我们用在防空上，就能探测飞机。你要干什么？我佩服你啊！没错，是这儿。你看，暗桩。这儿，这儿。王大海，你给我游，准备打捞。好，一、二，你进。快点！振子24对，绝缘体28块。这里是器材的清单，有什么要增加的没有？3号低压变压器坏了，没有备用的。5号电容器坏了，换了2个，功率太小，都不能用。你打算怎么解决？看能不能找到替代品。形势很严峻，上海、苏州、杭州以及浙江沿海的城市都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你们的任务很重，必须要让我们的雷达马上运转起来，早点发现目标，就会给我们赢得宝贵的拦截准备时间。是。张先生，这不就是一铁架子吗？他能看见飞机吗？启动。哎，它动了，动了，动了。正常。飞机在雷达上是什么样的呀？当雷达扫到敌机，会有移动的回波出现在屏幕上，回波会按照距离不断的变化。同志们，经过大家的努力，雷达的各项重要参数已经达到了基本要求，我们的雷达已经进入了战备值班状态。现在我宣布，经团部批准，张文俊同志任本雷达站站长，宗成远同志任雷达师。
指导员。陈静同志，你怎么还穿着便装啊？我就不能穿便装吗？再说了，这穿便装不是更方便陪女生逛街吗？你这儿等我呢？走吧。人家压根儿就不信任我们，居然跟踪我。上海我比他熟，我转了两圈就把他甩了。了解咱们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今天的事儿你别放在心上。那个家伙看起来对陈静有意思。干什么去了？我出去了一趟。你出去了一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去跟踪人家，你怀疑为我们工作的人。上海是什么地方？我们初来乍到，不得留个心眼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他们。可是如果他们出了问题，你我都担不起这个责任。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问题就是雷达。你懂吗？你不懂，我也不懂，就人家懂。那么我们不相信人家，我们相信谁？宗冲远明明出去了，张文俊在给他打掩护，这是为什么？你跟踪人家，还让人家发现了，丢不丢人？还有，你跟踪他们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是不是连我也不信任？好，你把你跟踪的结果告诉我。听好吧，宗冲远1月26日上午10点半走出雷达室，到王家巷35弄与何人接触不详，时间1小时03分钟。张文俊1月28日下午1点13分走出雷达室，到达廉颇156弄与一男性接触，时长43分钟。同日，宗成元晚上8点37分离开家，整夜未归。你用这种方式跟踪人家，怀疑人家，你这样会影响人家为我们工作的情绪。在他们俩身份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会一查到底。李明辉。作为一名连长，我必须得提醒你，你的个人私事我不管，但是你不能因为私事影响了你的判断力。周长生，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人家也都反映到我这儿，你跟我们的女战士，你们。在啊，指导员，我们一直都在。什么呀？什么呀？我没看，看啊！哪儿呢？再看！通知指挥部，有情况。095，16公里。指挥部，报，你来报。报告指挥部，有情况。95度，16公里，发现敌机一架。指挥部来电，前方哨所发现敌机。咱们的雷达为什么没报？跳楼岛50公里，南汇20公里，川沙15公里，奉贤15公里，南汇3公里。张老师，飞机就飞到头的顶上了。
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现？给我个解释，说话呀！雷达上没有显示啊。他们两个在里面还老实吧？团长，团长，这么重要的事情，完全依赖两个国民党的技术人员，你们还这么相信他们？上海被炸成这样，你们竟然连一架敌机都没有发现，要你们还有什么用？团长，是我的责任，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您枪毙我我都认了。可是团长，到现在为止，我都相信张文俊和宗成远他们不是蓄意搞破坏。是不是搞破坏很快就能查清楚，但是出了问题我们就要承担起这个责任，别让人民失望。怎么回事？怎么就是发现不了飞机？所有的步骤我都检查了一遍，没有问题啊。上海被炸成这样，我俩怎么解释也说不清楚啊。张站长，宗工，保卫处的同志想跟二位聊一下。报告团长，我是一直在调查他们两个，尤其是宗成远，但一直没有发现问题。哦，团长，这是他们俩的外出记录，我全记录下来了。你这分明是在推卸责任，摘清你自己。团长，就算您撤我的职，我也是这种回答。撤你的职？清了。去禁闭室，继续反省。是。为什么不相信同志？在雷达没有发现目标之前，我怀疑任何人。你连我也怀疑吗？每个人都要证实，这是我的工作。党国对你不薄，之前你还是国军雷达所的所长，现在共产党来了，想要跟你合作，可是你考虑一下自己的背景和身份，他们能信任你？你是个明白人。张教授，您是留学英国的专家，雷达是您研究的方向，
您还在国民党的雷达所工作过。你们对我很了解吗？张教授，您是专家，我们不仅了解您，我们还很敬重您啊。看来我这点家底儿，你们都知道啊。张教授，上海被炸成这样，如果我们的雷达不能正常运转，发挥不了作用，国民党对上海的轰炸就不会停止。你们对雷达机的检修十分的到位，不过你们忽略了一个细小的一个环节，要想让雷达正常的运行，必须要把接收机的频率与发射机的频率调整到一致。是我粗心了。你们来看，这些都是固定目标的回波，飞机的回波会狭小一些，它是动态的，需要仔细的观察，否则的话会错报和落报。哎，陈军同志，喝水。谢谢连长。哎，你别谢我，说真格的呀，我还谢谢你呢。要不是你把张先生请来啊，给我跟指导员解了围，我们呢不定得在那禁闭室得关多长时间呢。连长，瞧您说的，其实我一直都很敬佩您，您特别有担当，从来都没有怀疑过这些从国民党来的技术人员。打了这么多年仗，好人坏人啊总是能认得清的。不过要是说起雷达呀，那我就是真的睁眼瞎了。这回苏联专家来这儿协助我们办训练班，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雷达和操作雷达。我这个当连长啊，也得当一个名副其实的雷达连。我少不了向你讨教的，啊！哟，指导员，陈静同志，请坐。连长，你这是提前替我这个指导员做了思想工作。哎，我这是跟人家陈静同志啊讨论雷达知识呢。你别光说我，你谢谢人家了吗？赶紧的，连长。陈静同志，真的要谢谢你，要不是你帮忙，我到现在还在禁闭室待着呢。谢谢。总管，您说这只有距离没有方位该怎么办？国内从来没报过情况。那我们怎么才能确定目标的具体方位呢？天线与目标垂直就是目标方向。那我们该怎么报？有情况，有情况。好像是飞机，是飞机。
赶紧报告指挥部。指挥部，发现目标，105公里，方向5点钟，103公里。上校，刚刚得到消息，七架飞机分两个编队向机场飞来。7 самолетов. Наших только 2 перевозчика и 1 истребитель. Внимание, внимание. Обнаружен вражеский самолет. Координаты 31030. 4 самолета. Высота 1000. 01-03-1-03-1-3 самолета. Высота 1000. Доблестный летчик, управляя нашим новейшим МиГом-15, подбил 2 вражеских самолета и доставил локационное оборудование. Хао, а! Комендантный фейджи, видал Сузин на фейджи, как лошадь встретила мышь. Не бежать, а быть съеденным. Поздравляю вас! Василий! Товарищ командир! Сбил 2 вражеских самолета. К сожалению, закончилось топливо. Остальным двум удалось уйти. Иначе мой подарок вам был бы более щедрым. Товарищи, сегодня очень знаменательная дата в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их и китайских войск. Сегодня официально запущен в эксплуатацию первый китайский радар. За победу! Чан Дяшо, это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дар-专家, Бо Тукин Шао-сяо и Кин Фан-и. 这是我军的雷达专家张乃生教授。张教授，上次我们的雷达没有发现敌机，波图金少校想跟您了解一下情况。 Это профессор Дин.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товарищ майор. О, вы говорите по-русски. Когда я учился за границей, я очень часто общался с русскими друзьями. Я тоже изучаю радиолокацию.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ваши японские модели радиолокаторов во всем уступают советским. Японские сыши. Радар мощнее вашего ПК-3А, ведь у него антенны побольше. Excuse me for interrupting.
Green lady for dance, please. Oh, no, no, no. I can dance. She can. She can. She dances well. What? Wait. Yes. Wait.连长，我想学雷达。На стене вы видите принципиальную схему радарной установки. 这是雷达装置的连接图。Установка состоит из нескольких блоков. 这是最重要的。Самое здесь это вот это вот устройство и его со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е изображение. 这是显示器，这是显示器的主箱。Посмотрите сюда, вот это самолет. 这是飞机。Вот это расстояние до него.这个标志是220公里。司令，你求你就在比心。Кто он？这位同学，你为什么不做笔记？报告教官，我文化程度低，记不了笔记。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волнуется и заикается, не может ничего запомнить. Товарищ капитан,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люди с заиканиями не могут служить в радиолокационных войсках. Тем более курсанты с низким уровнем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не смогут сдать экзамены. У вас в Китае достаточно людей. Пожалуйста, замените курсанта. 怎么就不能换一个呢？报告教官，我认为只要足够努力的话，口吃是可以纠正的。而且，我也相信你郭勇同志一定能成为一名优秀的操纵员。Ну что же, все это зависит от учебной программы. Если он сможет сдать все экзамены, тогда хорошо, я признаю, что он может быть оператором радиолокационной установки. 但是要通过严格的考核以后才行。没什么不好，一定行啊！倪国勇同志，你跟我学：河东施家，种西瓜。河东施家，种西瓜。两六四栋，拐两三两幺幺栋，八幺拐八两三八栋，八幺八八。连长，吴林志，陈静呢？陈静今天不值班。好，你忙吧。
上次我在你家话没说清楚是吗？你不要威胁我，我有我自己的选择。你不要命可以，但总得为家里边的老老小小考虑一下吧。他们都在杭州，情况我们很清楚。张先生，刚才是什么人？你没事？张先生，出什么事了？什么人？还能是什么人？国民党的人呗。他们威胁我，恐吓我，还威胁到了我的家人。张先生，这点您放心，您的家人我们已经派人保护起来了，至于他们，我们迟早会抓住他们的。报告周连长，团长让我接张教授回去。行，老李，这次多亏有你，保证了张教授的安全。老周，也许我们俩的工作方式方法不同，但我知道，我们俩都只有一个目的，为的是让上海这座城市不再有战火，老百姓可以安居乐业。周大岩同志，我为我之前对你的态度向你道个歉。Вы провалились. Ваш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далеки от нормативов.Еще не поздно все бросить и уйти. 你跟不上，现在退出还来得及。不 ，именно этих слов от вас я ожидал。我要的，就是你这句话。两八动拐，两三四幺动拐，两两三四五动拐，两动三六幺动拐，两三。两摇拐三摇拐东拐两摇拐三拐二拐东拐六摇东拐两摇两三拐八东拐两摇东三东拐东。指导员，你看啊，自从苏方和我方的雷达开始正常运转以后，国民党的飞机能够飞到我方上空的机会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啊，我有这么个想法，我想把城区以内的观察哨全部都给它撤了，把它呢。全部分布在上海城区以外50公里外的一些观察哨上去。陈静。You're right. I've been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Vasily? Radar is my eyes. Huh? When I don't have my eyes, I cannot fly. 今天我休息 So I came to see you. Came to see me? 请美丽的女士一杯咖啡 is gonna make men very happy. So please, get on this bicycle, and you cannot, and you cannot. Wait. 雷达连。带着陈同志驶过一号目标。收到。
李大连。二号报告，瓦西里带着陈同志驶过二号目标。收到。喂，雷达连。三号报告，瓦西里和陈同志进了咖啡厅。收到。坐标。坐标。经度121.3，纬度31.5。咖啡馆。我还没发现你有这能耐。你动用了我们全部的点位目标去盯你那个心理目标。不过我得提醒你啊，指导员同志，我们这位瓦西里同志啊，来势汹汹啊。连长，你说这个瓦西里中国话都不会几句，他还挺有能耐的。有些事情交流啊，他是不需要语言的。我是苏联空军，在我们国家他们说也是战斗英雄。我击落了很多敌机，到中国我遇见了你。我是被你击落的。这是我的战利品。瓦西里 ，no， 这个不可以的。I want to give it to you。我现在它变成了你的战利品。It's beautiful。I'm glad you like it。瓦西里，时间不早了，我下午还要值班，我先走了。Wait, please wait here for a minute. 哎，你给我走。到。请到里面接受测试。是。报告。起立。报告主考官，战士倪国勇做好准备，请您指示。是。准备3分钟。马团长，你们怎么能让一个有口吃的人来测试雷达口号？上校，您觉得这是问题吗？报告，我要求按苏军标准考试，我要求考9批目标小定。开始。
东幺东五东三六两东幺东东六幺三幺东幺东东六幺五东东幺东东六幺六拐东四东东六幺八五东四东东六两东两东四东东拐两幺拐东四东东沟两四三东四东幺幺两四拐东四东三幺四两五沟东四东幺沟两六四东四东两幺两六四东四东两四两拐东东两东两六三幺六东两东两三三三六两东两东幺沟三六六四东两东幺六三六六东两啊东幺六三幺东三六沟东两东东八三六幺东两东东六三六四东两东东六三两拐东两东东八三幺三东两东幺两三东八东两东幺六三东六东两东幺沟三洞我洞两两三两三洞四洞四还洞五停三分钟测报五十三点无一差错就白了Молодец. 好样的好样的那几遍这是奖励给你的倪国勇团长上校的表是经过战争洗礼的带上是报告接是连长你找我好样的没给你们段班长丢人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一名真正的雷达兵了你要做的是保护好你的雷达和掌握雷达知识是保证完成任务指挥部，发现目标。三点钟方向，110公里。三点钟方向，110公里。三点十分方向，105公里。三点十分方向，105公里。完毕。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китайские радары обнаружили самолеты в радиусе 100 километров. Так точно. Они обнаружили цель сразу после включения радара. Мы только запустили. Я не понимаю. Наблюдающий. Так точно.Есть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изменения? Никак нет, 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Разрешите идти? Никак нет, 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я не спал. Китайцы обнаружили этот самолет. Все наземные пункты в течение 50 километров обнаружили этот самолет. Только ты его не обнаружил. Ты позор для советской армии. Стража! Есть. Арестовать его. 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я не спал, 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神父，我有心事儿。说吧，我的孩子。楼上那些俄国人啊，我真接触不上，有好多守卫呢。用点心吧，我的孩子。用你的美貌和身段去征服他们。万能的主啊，宽恕他们。阿门。灵芝，武灵芝，啊啊，周连长，现在是培训时间，你干什么去了？我买糖去了，我馋了。现在是买糖的时候吗？嗯，还不赶紧回去？啊，是。东幺东五东三六两东幺东东六一三幺东幺东东六幺八五东四东东六两东两东四东东拐两幺拐东四东东五零志三东四东幺幺两四拐东四东三幺四两五沟东四。嗯，是不是我平时对你们太严厉了，所以你们女兵都有点害怕我呀？周连长，我觉得你想多了。哦，您吃块糖，尝一尝。行啊，你小子可真够努力的。报告指导员，努力了才会有收获。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 похоже, в электрической цепи радара существует дефект, до сих пор себя никак не проявивший, однако тем не менее влияющий на распознавание наших целей. Да, это проблема. Товарищ полковник.Василий, проходи, проходи. Как раз вовремя. Я отправил нашим телеграмму. Хотел, чтобы ты на своем МиГе сгонял за деталями. Но они отказались. Говорят, проблему нужно решать здесь, на местах. Я подумал насчет радара Джидянской береговой службы. Но тоже не знаю, как там быть. У тебя есть какие-нибудь предложения?Помните, в тот вечер мы встретили одного китайского товарища? А, да-да. Он говорит, что он в Англии изучал радары. Может быть, его пригласим посмотреть? Ты думаешь, он сможет? Я думаю, стоит попробовать. Если у вас...Запасная транзисторная лампа. Есть ли у нас такая замена? Такой нет. Мэйл. А есть ли у вас советский радиоприемник? Приемник? Это какой такой? Я думаю, подойдет тот, который стоит. Давай, неси. Сейчас принесем, проверим.我说罗大老板，你能不能每次别总是这样的神出鬼没的，吓死人了。你没觉得奇怪吗？几个苏联的军官上了天台就一直没下来吗？这有什么好奇怪的？他们一大早就上去了呀，不是一直都没下来吗？整天这个老雷达在你们头上转来转去的，你也睡得着啊？睡不着的呀，就应该是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跟你没有关系吗？你别忘了，咱们可是一条船上的人。哎，你可别在这瞎说啊！我可从来都没上过你们的船。你什么时候下来过？前两年日本人在的时候，你没少替他们服务。你别在这瞎说啊！到底想怎么样？这个箱子就是我们的机会。
我在16层已经看好房间了，你把箱子带进去，放在窗台上就行。Пока может и так работать. Как будет детали? Потом заменить. Для начала можно заменить этой радиолампой. Можно включать. Отлично! Сегодня не день встречи. Что случилось? Профессор, я... Что? Ты сдался?老师，这段时间我在他们那里看到的、听到的，跟您告诉我的不一样。告诉我，你都看到什么了？他们有梦想，有憧憬，他们可以为了自己的理想牺牲一切，而这个理想。是为了全国人民去建设一个新的中国，这是他们的梦想，不是我们的。那我们在做什么呢？老师，我们的大轰炸杀死了那么多的人，人民支持的是他们，不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对自己产生了怀疑，甚至是动摇了，所以我们才会失败的。我们之所以要坚持下去，就是要唤醒更多的人，让他们醒过来。谢谢你对尼古勇同志的帮助。陈静，不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陈静同志，我要提醒你注意，你可别把我们的苏联战斗英雄给迷晕了。指导员同志。这是你的真心话吗？ According to Chinese culture, I'd like to invite you for dinner today and treat you if you have time. Who told you that's Chinese culture? Is it not? Not. Well then, 按照俄罗斯的例，送花给女神，代表向约会。你可真有胆量。胆量？约会的意思吗？我们的日式雷达在低空飞行上有盲区，苏式雷达无法监测到更远的距离。如果我们在这个死角上飞行的话，他们无法发现我们。这个。中国的菜吃的还习惯吧？好吃。来，这杯酒我敬你，感谢你为中国军人做的这些事情，干杯。我这次到中国遇到了真的非常好的军人，尤其是陈，我喜欢陈。你们对我不满意？倒酒。Roman。报告你。司机，司机，请坐。我给你倒酒啊。谢谢。Roman， 别急，把刀子。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Чен. Я хочу быть вместе с ней. Та си хуан Чен. Та джуй чо та. Хочу, лай.
我给家里写了一封信，信上说我喜欢上了一个姑娘，母亲问我那姑娘是谁呀，想让我寄张照片给她。那姑娘你是谁啊？是啊，我也反复地问自己那姑娘是谁啊，她喜欢我吗？少校同志是战斗英雄，他身经百战，想必这枪法应该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我们这件事情啊，就用男人的方式来解决。如果他能用两枪把这两瓶酒的酒塞打掉的话，陈静那边我去帮他说，如果他做不到的话，那么请他以后跟陈静保持距离。 Yes, нет, то нет。好，скажи ему, что этот пистолет я забрал из рук мертвого лучшего немецкого летчика。这是德国王牌飞行员的手枪。好。少校同志，你这可没打干净啊，还得我给你收拾。我这把枪也让我战胜了许多敌人。我的指导员是把我从日本兵的死人堆里背出来的，我欠他一个人情。你是个英雄，作为一个男人，作为一个军人，我佩服你。但是在我们中国，英雄更不能夺人所爱。行，没有这般。还没有收到信号吗？没有。15分钟后，如果地面还收不到导航信号，我就返航。跟我去下。坐标，连长，今天你值班？对。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是。去吧。哎。
飞机的主意。喂，雷大连。苏军雷达发现敌机一架，正在快速接近市区。收到。喂，雷大连。报告所，发现敌机一架。六号中所，发现敌机一架，正在快速接近市区。李卫红，前方观察上发现敌机，咱们雷达怎么没放啊？雷达没有发现任何目标。抵达二号目标上空，确认方位坐标。方位坐标确认。陈小姐，哎，感谢您今天所做出这一切，让上海这座城市没有再次遭受更大的损失。是啊，陈小姐，我代表雷达连衷心的感谢您。来，其实我应该感谢你们，是你们保住了上海标志性建筑的百老汇酒店。张先生，这次我们的雷达又没有发现敌机，会不会出现什么故障？雷达运转正常，也没有发现什么故障啊。那既然雷达运转正常，那为什么又没发现敌机呢？敌机在超低空飞行的话，雷达也是很难发现的。雷达也是有死角和盲区的呀。那咱们这个雷达，它设置的盲区和死角，敌人又是怎么知道的？报告。进。是。报告连长，在楼下发现了这个。这个。这是一个小型的发射器，那这个是干什么用的？这个可以给飞机指定目标。你们都是来抓我的吧？吴灵芝。灵芝，你这是为什么呀？三年前，我加入过一个组织。老师告诉我，这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为了祖国的独立和富强奋斗着，为了打败日本人，每一个人都做出了随时可能牺牲的准备。你是说
你加入了国民党。我相信他们，就像曾经你们相信我一样。吴灵芝同学，你还有别的选择。没有选择，有些路一旦选择了，就不可能再回头。灵芝，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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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灵芝，抓住！签字。王团长，事情结束了，我们的一届是从那回76号院，把他作为诱饵，消灭潜伏的特务。好，好，先送回76号院，确保安全。我们在战斗中学习了解我们的敌人。吴灵芝不是一个简单的学生。保卫处的同志给出的意见是先送他回去，他们分析特务肯定还会回来找他，你们要紧密配合，抓住这个机会，把潜伏的特务一网打尽。安心工作，我去看看。